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不容易买到的，喜欢了很久，不过这次遇到了 Costco 呢，刚好是促销折扣的时间，所以把它买回来的一个蛮有名的，其实是两年多前就已经有的，来做一个开箱。这锅子煮啊，这是那个意大利的老牌的一个 Bellarini 的锅子煮，接下来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好就是 Costco 在做一个促销，所以就不促销的话，这个价钱是平常的话是蛮贵的，所以它一共是十个 piece， 就是六个锅，然后有四个有盖子的，所以一共是十 piece， 这是一个小的盖子的。然后它这个是叫做大理石矿物涂层的制锅，这样子不重嘛。通常好锅子都很重，像我其他的那个几个那好牌子的锅子都是非常重，这个没有重，但是它的盖子是玻璃的，全部都一直玻璃的，整个的一体的都是到这边都是玻璃的，所以它这个连的盖子的话就还有点重量，就是非常值得。它现在我们现在它 promotion 的时候是卖$189.99，再加了我们这边南加州我们这个 Orange County 的税是。7.75%，所以加了以后是204.71美金买的。那就是说在 promo 期间的话，我们还只有了差不多100多块钱的折扣，省了这个折扣，所以就逮住这个机会就把它买了，要不然的话买不下手。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组锅具，所以跟大家分享。它的盖子有一个特点，首先就是这个盖子就是一个特点，它的盖子是没有裹的一个金属边的，包裹的一个金属的，你看铝制，它整个玻璃一直到边边的，除了这个把手这边以外，它整个盖子是玻璃的，一直到边缘去，都不会夹有那个夹的那个油渣啊、菜渣啊，或者是说洗的时候它里头会积水。Grandma, turn up your phone. You ready? Okay. Swipe it out. They're guaranteed for life. It's a PFOA-free ceramic infused material. The ceramic particles are for strength. Yes. 是全玻璃，玻璃盖子没有镶边的，然后也没有螺丝钉的，把子边没有螺丝钉。这个锅子的特点呢，是在这个电锅它有一个专利，现在这边有一个专利的这个感应，这个这边有一个感应的一个绿点，它的特点大家都愿意很知道的人，他就会知道这个 Bellarini 这个锅是专利，很特别的。当它的温度啊，你在烧它热锅的时候，它热到够温度的时候，它就会转红色，这很特别。转红色就让你知道这时候什么时候可以下去，就是锅子够热了，可以开始烹饪了，就可以变煮的。然后呢，煮完了以后呢，就是会像这种不粘锅，都是最好是不要在热热的时候就去洗，要等它冷却以后去洗。所以它的温度又回到从红色又回到绿色的时候，那就可以去洗了。这就是它的特点，它是它的专利。像只要这种煎锅都有。
Hey everyon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oday. If you like this video, don't forget to give it a thumbs up and leave your message in the comment down below.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don't forget to hit the notification bell.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